另外这个其实是也是一个新的玻尿酸晚安冻膜，因为其实大家应该知道晚安冻膜其实是这个品牌非常经典跟口碑的产品，但这是最新的，待会我们有让大家试一下，我们就直接示范在具体脸上。好，好喂。这一罐那个玻尿酸晚安冻膜跟以往大家之前对以往大家看到的冻膜质地不太一样，它是完全那个你看好好吃的感觉，对，像果冻一样是完全透明水感的。好，这个也让大家来试一下。这罐是不是比一般的大呀？以前容量好像没有这么大，而且它冰，对对对对对，冰哎，对，就而且好。我的你公司有个头啊，没，就是大。我那只脚现在变好白。对啊，对啊，怎么办？哎，你知道这一罐，刚刚那罐是1000块油枣，这一罐500块油枣。所以平均一墨只要3块，其实都没有存到我这里来。老板是佛心来着。其实如果夏天大家不小心皮肤有一点晒红晒伤啊，都可以敷的。对，你可以把它就是当镇定跟舒缓。对，而且它这么便宜，好舒服。对啊，我不会讲它那个质感好舒服，对，非常非常舒服哦，很像芦荟，而且它不会黏黏的，像水的感觉。重点跟大家提醒，因为这个晚安冻膜里面有大中小玻尿酸，所以可以从我们皮肤的表层啊、中层、里层每一层都帮你紧密的锁水。我刚刚擦很厚，现在干嘞。对啊，你有没有发现它其实很好吸收，都没有那种油。对对对对对，而且非常适合上飞机前把它。对，甚至你在飞机上可以偷偷敷。对，我觉得哇，哇，差好多。腿这么美哎，亮亮的哎，哇，很亮哎，我两边脸摸起来这边很蓬哎，有蓬蓬的感觉耶，真的，你摸两边脸摸起来是不一样的。哎，对耶，对不对？真的，这边比较凹哎，这边感觉这里面空空的。其实因为这一款冻膜啊，跟以往最大不一样，就里面还添加了燕窝生态。哇，有哎。生态就可以帮你紧实跟抗皱，难怪。对，所以它其实可以帮你保持，又可以帮你抗皱。好奇怪哦，原来是这样哦。真的，所以你的皮肤就会永远像这个果冻一样冻住。真的，好保水，很 Q 吼，而且真的有差哎，是哟。耶！先均匀的擦上美白淡斑精华，接着再薄敷一层玻尿酸冻膜，立刻就能打造白皙又柔嫩的水当当肌肤。